幸运大师全集395册日前是由兰阳别院自赠给宜兰县府，由县长林姿妙代表接受，并且呢向住持妙勤法师回赠感谢状。从小就会听到这些，只要是良善的事情努力的去做，那么呢就会带给人们幸福快乐。说起幸运大师一生行善，致力弘法，日前兰阳别院住持妙勤法师带领佛光干部向宜兰县府致赠幸运大师全集，增订满395册，透过大师智慧弘扬佛法。感谢我们的幸运大师呢一心向佛，然后呢文化教育慈善这都做得很好，这本书的内容都很丰富，那一生呢对于这个佛教的文化。县长林姿妙代表接受并回赠感谢状，感谢人间佛教扎根宜兰，拓展教育，培养人才。395册收录幸运大师一生弘法智慧，透过文字波蕊启迪人心，带动佛教善法走入社会。好像小眼睛站在同堂，欢喜享受天伦乐趣。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北区协会宜兰督导区日前率队前往绿色博览会，欢喜交流，度过美好时光。今天这个活动真的是很好，感谢这些督导还有那个常住师傅他们的用心安排今天这个日子，让大家亲子可以在这个地方可以同乐信仰传承，分享智慧。兰阳别院住持妙勤法师勉励佛化家庭要实践大师的五合理念，亲子之间互相学习，心存慈悲，实践三口四给，促进社会和谐。那位是林君毅，宜兰采访报道。